子，爱的人当作约炮的玩偶。姐要出新 MV 啦，今年底发行新专辑 Ugly Beauty 的九零蔡依林，她的每支 MV 都厉害到不行，九日更释出了你也有今天的 MV， 想必又要造成一波大轰动。终于可以理会什么叫做因果，你终于可以谢谢你给我的一刻，你就算没有辜负我对你的祝贺，终于你也有今天。这 MV 是向安娜塔汉岛女王事件致敬，讲述一名女子与32位男人被困在荒岛，男人们为了争取女子而互相杀戮。MV 中真的请到32位身材健壮的半裸猛男围绕着莉，她在采访时也大方表示，献给所有姐妹们，喜欢哪一位猛男随你挑。只能说姐的粉丝真的太幸福，不止猛男养眼，这次 MV 造型也是让姐大秀好身材，美腿美胸该露的统统没有少，在荒岛还能辣成这样，真的合理吗？说到荒岛，被问到如果真的一个人困在荒岛会怎么做，周令竟然说，如果我被僵尸追，我一定是第一个说来吃我的那个人，因为我整个懒得跑。 OK 姐就是任性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